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个朋友里面的林正。今天我要来教大家怎么在 KTV 里面唱我的主打歌《我不是他》。这一首歌呢，我觉得它是比较诚恳的，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具备太多的技巧，你只要把你的情绪放进去。像里面有一些比较深刻的片段，像是每天早上的温豆浆，或者是我的小熊放在你的桌上，那个你就要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或者是你在 KTV 唱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 MV， 你就把自己融入那个情境，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我不是他的我，然后去想我不会是他，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很熟悉那个感觉。那我现在就来清唱一段这首歌。当然明白我和你并不是你和他，却会不知不觉的牵挂，努力唱他的旋律，他的唱法，骗自己有一天我会是他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唱这首歌，然后可以都唱得很好哦。不是他。